现在有人问，中观正界与这个唯识的问题，很困惑，这是个大问题。学术思想上，东西方文化几千年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先倒转来介绍一下，唯识世界上的这些观点，就是人类文化经过思想的指导，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大家都知道有唯物论、唯心论的争辩。如果以学术立场讲，唯物唯心以外，很严重的有个唯识论、唯识的争辩，这些都是名称啊。就是说，这种争辩，普通只晓得是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人类追求宇宙生命的根根。究竟是唯物变的吗？啊，还是唯心变出来的？这个，譬如在希腊，啊，两三千年上古，早就要唯物论，认为这个宇宙世界的开始的形成是水做的。水动容来那先第一个元素是水，这是唯物见解。那么在印度也是解释释迦牟尼佛以前，也这个认为这个宇宙外有地水火风，啊，不过最初是水做的。这些是唯物观点，哈，那我们常讲笑话。西方哲学家很了不起，还不如我们清朝的贾宝玉。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所以土一见到水就化掉了。《红楼梦》上的话啊，就是带来讲笑话。这是说争论了几千年，到达现在的科学，人类万物。谁有男的，谁有女的呀？谁有鸡还是谁有蛋呢？啊，究竟是谁创造的？所以我常说，就关于人类文化立场讲，东西方五千年的文化都很幼稚，没有成熟的。你们诸位注意，包括我们，一个人活到生下来20-20岁都在幻想中，不管受教育没有教育，对于这个宇宙生命究竟怎么来的，那么20-20岁就开始请讲一点了，求学问。那么现在讲正在读大学这个阶段，20-30是所有人的智慧成长、幻想、理想、追求最高的境界。即使20-30追求的，还不是生下来。每一个小孩子，你看我们这两天看到，这7岁，他所想象的，就是他一辈子很远大。啊，我们也一样。有些笨一点呢放在里面，聪明点摆在外面。20-30啊，虽然受了大学教育，硕士博士乃至完全没有受教育，只把小的时候幻想的变成现实。那么所有的聪明才智在这个时候在发挥，
所以世界上的发明的科学家，我不是讲现在学科学的博士们，那是学科学的，科学家不一定大学出来的，他能够创造东西的。哎，你看统计起来，世界上科学家、宗教家、学问家，他真的成功就是二三十岁。譬如科学发明的人过了35，或者一个运动员超过了30几岁都不行了。后来的后半截的人生，不过是把中年这一段的成就拿来回忆，回忆到少年以为了不起，可是到了50、60岁一成长以后呢，评估一样下低了。所以世界上的宗教、哲学、科学，所有这些学问成就巨作，都是20几岁到30岁，到了50、60岁的，不过是把这个成果啊记录下来，留给后面。一代一代加上去，哈子20、30岁。所以世界上的政治主张、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哲学的理念、科学的追求，都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这就是人类的可悲、可怜。看起来，因为我这一生，反正拿古人来讲，一无所成，多方面，哎，喜欢科学了就念着科学了，再说宗教、政治什么都搞，搞了半天摸了以后，哈哈一笑，没有一个真正叫学问，没有一个真正叫结论。要真正说。这个宇宙生命是唯物造的、唯心造的。譬如西洋哲学里头，另外大家都很有名，苏格拉底，就孔子同时，那个啥西方去了。那么你譬如说有名的柏拉图，柏拉图大家等于说，比孟子还迟一点点了。他提出来。哲学家当然也是科学家，这个人类是个宇宙是二元论，一半是精神世界，一半是物理时代。所以柏拉图对于人类的世界，这些政治家、学术家、哲学家，同宗教家一样，看现实的人生是可悲的、悲哀的，看这个宇宙、看这个世界是悲惨。灰心的，总想追求另外有个超越于现实的世界。那么，所以柏拉图有他的理想国，等于理想国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的最初的标本，也就是我们中国孔子所讲的大同世界在这里。那么，世界上究竟？能不能有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达到这样？这是政治意识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范围以内的。我们讲的是生命宇宙的根本的问题，所以讲的唯心唯物唯识啊。现在我们倒回来，有人提关于中观境界。中观与唯识的问题，中观大家都知道，有些居士们不知道啊。这个中观是个名称啊，修身上的名称。这个怎么叫中观？是很简单的概念，佛法讲空。空的相对面一派讲有，不空不有叫中观，反正也即空即有，非空非有，这个叫中观。
这怎么说呢？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过世了，走的时候年排了，在中国来讲啊，有两千种说法。一，释迦牟尼佛比孔子早差不多七八十年，百八岁。二，人家说祖孙啊，释迦牟尼佛、孔子这个都是同一个时代。啊，三，人释迦牟尼佛比孔子小个五六十岁，这个时代考据的问题。我们拿古代做官的办公文的两句话来判断这个案子，这些三派的说法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讲考据说我们只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啊，都有的理由。这又是说出了学术上的争论，关于佛求生的年代就正，一直都还在争论，暂时把它摆一边。在佛过世以后，他的弟子们七八十年当中，已经分成好多派了。有这里，我们就产生一个观点：可见人类任何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没有办法不分派的。所以分派啊，就是这个同这个意见，这个颜色同这个相同一点，就会自然排列在一起了。可是，一分派了以后，最后的后果都很可怜的。我在外面常常感触，我们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过程，分派系的观念，比任何民族更严重。中国人在外国，两个人在一起有三派意见，这是中国人的特点，要命，绝不团结。尤其在海外的华侨，要打击的打击自己人，这个问题没出生。所以讲到印度也一样，输出的分派很严重，佛过世也会的。有些弟子们呢，佛讲的一切是空，有些认为一切是有。啊，这个譬如现在留下来南传小乘佛教啊，东南亚的佛教跟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教不同见解。我们中国的佛教由小乘为基础一直到大乘，由显教为基础一直到密宗，在东南亚一带完全是小乘的佛学，不承认大乘。大乘佛过后，这些人，这些当时的菩萨们乱自己讲，不是佛说，几乎有这样的趋势，这都是学术争论。那么究竟佛说的空与有是什么呢？空也好，有也好，不要忘记，等于我们的总课题是追究宇宙人生生命的根本，那个最初那个东西究竟是有没有。在西方哲学的名称上叫做形而上。怎么叫做形而上？动形而下呢？这两个都写出来啊！行了，行行，你不要自己以为知道，别人还知道，这样你们就观念错了啊！这是在追溯了一个名称，法空再现的名称，就是说，这个宇宙外有生命，
即是开始的。西方宗教家讲是上帝造的，照他的意见造了这个世界，那上帝是谁造的？而宗教家不中问，上帝就是上帝，信就得救。啊，再说加上我就得信了。不过你给我介绍一下，那个上帝的妈妈是谁啊？啊，没有妈妈，那他怎么来啊？就有个外婆吧。如果说上帝有个妈妈，他的妈妈妈妈妈妈又是谁啊？这就是在说一种科学了解哟。啊，宗教家不准吹，信就得救；哲学家、科学家非追不可，拿证据出来。追求宇宙生命的根本是什么？这叫形而上。形就是物质世界有形象。我们既然有了太阳，有了月亮，有了太空，有了世界，有了万有，这个叫形而上。这两个名词谁给我们创立的呢？孔子。哎，你看伟大吧，中国正好后人用上。孔子在西征，在易经的细传上就提到了形而上章上者啊之为道，形而下者之为器。道在中国是个代名词哦，你不要看到这个中国文化真要念着这个道是代表了四五个音哦。这个道不是大家坐在这里打坐修道这个道咯，这个道也不是我们师道馆这个道，也不是道路的道，这个道是个代号啊，代名词，是个虚玄的符号。就是说形而上那个东西，上帝拿来来生命啊，那个东西我们中国文化几千年以前一个统称叫做道，代号，西方叫做神、主宰、上帝，啊，在佛学叫如来，啊，叫佛，在中国叫道，总代称，不管你儒家、老道家、佛家，形而下的呢？叫做气，就是物质世界，气是有东西了。最后分析下来，有电子啊、月子、原子啊、核子啊，啊，拿医生的分析嘛，啊，有细胞啊，再分析有基因啊，这些都是气，是东西，是为无的。所以形而上是空的、精神的。形而下是实际的东西，有东西的，有的，啊，孔子没有说，他的下的定理非常高明，没有讲有与空哦。形而上者之为道，形而下者之为器呀。交代多清楚，哎，所以我们当年年轻的大家跟到大旗就打到孔子孔家店，哎，打了半天以后我到了十几岁，走到就讲不出来。哎呀，这个店不能打，孔子这个店开的呀是粮食店，打了我们没有饭吃。佛家开的是百货店，粮食也有，饼干也有，什么都有。跟老子跟道家开的是药店，药店摆在那里没关系，不需要打的。你有病没去买药，没有病他也不妨碍你，很重要。孔子开的他们的粮食店，天天要吃的，结果我们中华文化把它一打打得很严重，所以搞得中国人啊只好吃洋面包，洋面包要吃牛排，吃的要生肠胃病了，生了几十年，这很糟糕啊。所以这些介绍了以后，释迦牟尼佛过世了以后，有些时候小乘阿罗汉们都得到的，啊，一切皆空，一切的都是假空，啊，形而下的当然空，
形而上上，以空为主，打坐修持见到空，正是修到了空，涅槃不来了。所以到阿罗汉门再后是涅槃，要走的时候，那功夫也就到了。啊，讲了这句很有名的话啊，大阿罗汉最后涅槃，我们佛学要记得是灰身灭智，把身体化成光，还这样子啊，自己起三昧真火烧了，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送到殡仪馆烧啊，那些大阿罗汉们就到最后要走了，自己一打。一坐起来，再接了，自己心里头念头一动，他的神通，火光一起来，没有了，回生灭智。所以最后就不过有这句话，我很欣赏大阿罗汉的叫大阿罗汉们涅槃走的时候，我身一震，我的生命到了最后了。所做一半，应该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在这个世界没有亏欠。我生已经所做一半，啊，还有就是什么？不是强意识在，不是强意识在啊！你要了，强意识在是有这句话，那是我们的，我生已经所做一半。凡生一力不受后有，凡生一力，凡就是清净涅槃，已经得了道了，得了涅槃道，不受后有不来了。就是我们昨天提到，有人说涅槃得了道，这一生成道了，不来投胎了，不再来了。这在教理上叫小乘的涅槃，你们佛学院的同学注意啊，小乘的涅槃在佛学的学理上叫做有余一涅槃。以大乘的观点，大阿罗汉族这种涅槃，最高84000劫，说了，你还非回转来不可，重生回来。毁身发大乘身才能够成佛，正在无余一涅槃。所以大阿罗汉这样一走不过入定，以我们来讲啊，是清强家，清了好久休息，休息了以后，你还等于睡了一个强觉，你还非醒不可，你醒了还要重生起来发大愿度众生，功德圆满了，正在无余一涅槃成佛。还要两个大阿僧祇劫呢，这些佛学的观点你们应该搞清楚吧？这种佛学的观点，也就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大观点。所以刚才这位同学提出来，大阿罗汉走别的经典，我们讲它常依世界，这四个字多漂亮！中文佛法变成中文，常依就是说这些得道要走的时候，下诸位。啊，拜一拜，哎，在哪？哎，你们诸位再见，啊，再见，再见，我要走了。然后再吃一盘，自己三昧真火一起来，一阵光，什么都不留，充其量给大家留一点指甲、头发，纪念纪念，那叫做舍利子。啊，最高明的舍利子都不留，化成红光，不是红色的红啊，红。红彩的红，七彩的光明，自己的不是现在什么用汽油、洋油啊烧的，这都是佛经来记载哦。不过在唐以前我们还见到，唐以后就唐了。我们到现在为止，不管西藏、东藏什么活佛这么画的，大家怕我讲话啊。但是模模糊糊死了，又是什么现象？我说不要瞎扯了。哎呀，在尼泊尔、印度那个气候就是那个样子，漂亮得很。什么现象？你现在坐在这里头，你统统给我放光出来看看，不要瞎扯了啊！
只要真修持见到了。所以介绍了这个时候，那么差不多一两百年的争论很严重。那个时候大家跟当然我们现在虽然大家中国人没有修到正道那个正改，如果一提到佛法，四大皆空的嘛，佛门讲空的嘛，对不对？我们这些大学校长这学习主任都坐在这儿，大家都是中国人，在空，这一空就空到了，空的偏见，就是昨天讲见啊，见思和这个见，见就是观念，统统一落空，佛法都是空，以空的偏见以后啊，等于否定了一切世界，没有因果啊。那么假设我们想一下，如果佛说一切皆空，因果也空了，那我对你不高兴杀了你也空了，没有什么果报不果报了啊。那你的东西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啊，空的嘛，给老子爱怎么做怎么做嘛。就是讲行为上空的是很严重，见解上空的一切皆空，那你们为什么修道啊？那么辛苦打坐对着阿罗汉果，对了阿罗汉果空的吗？也没有。所以空的偏差，这就前天跟你讲五戒里的见取见，这种观念主观的成见已形成了，自己抓得很牢牢的，变成另一个主观空的主观观念，很严重。这个你知道？好，这个时候，佛过说来四五百年，跟你介绍过龙树菩萨出现了，所以龙树菩萨的弘扬佛的般若中般若思想智慧的成就，所以龙树菩萨一看这些出家人，印度当年这个都是汉朝，在中国讲汉西汉东汉之间的这个年代啊，印度跟我们交通是有啊，很少。那么这个社会里头修行人啊不得了，又叫佛的弟子们偏向于空，所以龙树菩萨的这个弘扬大般若经大空，他的著作就是你们书房里摆的都有大智多论，最重要龙树菩萨举中论，中论就破起破这些见解，中论破这些，中论讲重点大家都晓得，中论拔不的见解，你们佛学院的同学都知道你们哪一位可以，你们哪一位罗汉每边出来给帮忙擦黑板，他这样就快了，你们说看到的也多了，不然他又要写又要擦都来不及啊啊！中论八波，你八波就写出来了，不要等我讲再写，来不及了啊！不生不灭，不空不有，不依不疑啊，不来不去，大开始提出来这八波的理论。实际上啊，对啊，这些大阿罗汉可以来服务了，你们早就证得涅槃了的，还不来服务，回声下大啊，现在买的茶啊，中论的八波思想怎么说呢？认为我们拿这说立场讲，这个宇宙生命的根根，万有的形成没有生过啊，
过去了没有过，譬如，就是比如啊，不要搞错了啊，然后又听错了，又先对好者问我，我烦死了啊。比如我们的思想，你看大家从妈妈生出来，小孩子起，回家昨天很多的思想，一想都过去了，现在没有。你说没有了吗？哎，我十岁时候做什么？哎，我昨天做什么？一想又回来了，是不生也不灭。有名的一首诗，大家都读过的，白居易的。白居易年轻就靠这一首诗成名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一首王朔正盖的词，非常好。啊，离离的形容，啊，密密麻麻，我们土话就是密密麻麻的。原上草，那个平原里头那个草啊，草木，一岁一枯荣，秋天衰老，冬天看不见了，只有根根了。啊，你就是拿火来烧，只要草根没有坏，在地下你也烧不掉。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是说明什么？不生不灭，万物不生不死。所以中国文化看这个宇宙生命，譬如现在我们回去了啊，现在介绍是佛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中国儒家孔孟所代表的儒家，老庄所代表的道家，两家合起来就是我们老祖宗啊，从这个盘古开天地一直下来的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他认为生与死、生与灭没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呢？等于天地嘛，有春天，生老病死等于一年嘛，有春天一定有夏天。哎，生来一定要长大，长大了一定到秋天衰老，衰老一定死亡。冬天，冬天有什么关系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世界人都怕生命过去了没有，所以有天堂有地狱。中国文化不谈宗教，生生不已。因为宗教家都是每天我夜里晚上站到殡仪馆门口看，哎呦，一下一个棺材又出来了，哭啊！第二个棺材出来，哎呦啊！哎，中国文化站在黄医师的妇产科门口看，嘿，你看又出来一个男的，哎哎，女的又生了，恭喜啊，吃磁带哦，站在早晨看的，所以中国文化讲生生不已，哎。西方文化要站在晚上，站在那个棺材店门口看的，永远是悲哀的，只看到死人两生的，还就是大体了，不是完全西方嘛。所以，但是说中国文化敢提出来，人可以受到长生不死，这个话真特别啊！现在介绍了这样，所以那么龙树菩萨也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所以不生也不灭，啊，哎，不已不已，这个宇宙啊，万物，你说是一体吗？是一个东西变的吗？所以这说像是一元论吗？一个单元变的吗？等于我们这些大医师、博士都在这里啊，这个基因分化，一分为二。啊，这一分为啊，还是这个细胞是一个变成两个，两个细胞血球这么分化。科学现在他们都是大博士啊，说都是这样说。如果我们再研究最初最初那个基因哪里来，人类最初最初那个细胞哪里来，你总有个根嘛，你不能说无中生有啊。如果无中可以生有，当年我学佛就我还是二十多岁了，碰到一个
美国留学回来一个教授，我们俩很好，讲生理时候就谈，他也说服，但是他跟我讲，哎，这个道理我们不能求进来，你且一切卫生照，他跟我一边讲话一边很激动，把办公桌东西一拿开，他说你看我们现在两个桌子上空的，一切卫生照，你跟我俩坐在对面，心里都天天想，我要这个空的中间有个母鸡出来，这个母鸡每天要生个黄金的蛋，看我们坐在这里想疯死了也想不出来啊，怎么叫卫生照呢？你说虽然很强烈，是有他道理吧？这叫科学要求证的。你别上尽管上啊，到时再尽管上。啊，所以不生不灭，你说宇宙是月亮吗？不对。你说是多月亮，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特别的来源吗？不对，所以不一也不一。换句话，不一，其他的经典叫什么？就是不二，不一也不二，为目证。所以你到庙子上看不二法门，大家看佛啊，佛法真高啊！一看这四个字出来，七正不二法门，就跟我们拿土话，不二就是一嘛，也很简单嘛，不要给网友骗局了。一个商店买东西不二价就说了定了，一块就是一块，没有什么八折、七折、9折都没有，不二就是一。但是呢，他用不依不依，不来也不去，这个世界是没有动物。所以中国啊，这个有位大法师，别永嘉禅师教的少楞少法师，鸠摩罗什弟子，就来无少楞，你们不晓得念这个没有？很重要，啊，有一篇无不千楞，都很重要。在中国当时哦，那个西方哲学科学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他说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动过，不来也不去，没有动过，都在本位上。那么我们在大学啊，跟研究所教学生们问到，当老师的要会吹啊，像我这样乱吹的，就要给他解释喽。学生问道。无不切楞，当然文章也美。中间讲到，学来也喻而不动，江河静聚而不流。大概给你们讲讲，因为你们时间也来不及啊。学来也喻而不动，江河静聚而不流。旋风那个旋，你会吧？三字头，学来也喻也是人旁，三个无喻的喻。啊，你们这个要念出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了。啊，我担心你们碰到这些没办法。我们这一代老的这一死了，中国文化大概你们不接上来，根要断了啊！学来业余而不动，而讲啊江河静聚而不流，啊，学来业余。两个王字看懂吧？古代台风的名称，大风来了，那风哇一转，你把山都移得动，也欲把一个山都可以吹得垮，就是佛学讲的风灾、山灾、把那呢，大风灾来了，世界就毁灭。学来也欲，他说这个东西动。多静的，江河静聚而不流。你看黄河长江，你看一天，李白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你说流了多少水到大海去了？他说没有流，都在本位没有动。这就是在属于科学哦，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自己学一点点，哎。大学里头、中学里的科学知识、哲学知识就够了，那差远了。啊，你说中国古人不懂科学吗？不懂哲学吗？当然，全篇的文章，
精彩的是这两句，这一篇里头有这两句精彩的话。那么常常给学生这个，你说地球在转动，你们看到过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在电视上看到，你也没有看到，对不对？所以那位同学摇摇头，没有看到这个话是真的。哎，你说在画面、电影上看、电视上，你也没有看到，除非你有神通，站在地球外面，你就看到地球在动，啊，这个世界都在动。那么地球动，像我们坐在这里，以为打坐坐得好好的，啊，你还居然不动？实际上，你到了半夜，我们是倒转来挂在地球上。那我们为什么坐得住呢？因为地心有吸力嘛，这是科学道理，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现在坐得很端正。如果拿地球来看我们，我们现在正坐在一个圆圈上，歪在这里呢，还靠地球中心一股磁性把你吸住，挂在那面而已。连个山河大地也是这样。好，你懂了这个物理了，就科学了，怎么教学了？今天我们用厦门坐飞机起飞，二十几个钟头到了美国，假设24个钟头，现在是9:20在厦门飞机起飞，20个钟头到美国。你说我们动了没有？没有动，20个钟头以后还是在厦门。你信不信？你注意啊，我们在厦门。飞机上升，起飞了，向美国走。我们飞机到了美国，地球又转到刚好在厦门，还在这个空间里头，永远在这个空间里头，本来就没有动过。以科学物理来解释生命，你就没有动过。生生世世经过，所以说不依不依，不来不去等等。所以你看到所谓中观八部，八个部子是总纲，中间发起下发展下来啊，把一切都否定了。所以中观的有名的每个节制很多嘛，啊啊，这个诸法不自生，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名为远生。哎哎，你们这些青年没来佛的样子，都读佛学院应该背得出来吧？你看老头子都会背啊，那背不出来那是笑话了啊！嘿嘿，将来做大法师的啊，嗯，诸法不自生，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啊。了不起啊，十念啊，实在念五尘，这个那这就是中论了。很多节制通通说的是念为远生啊，五尘啊，五尘啊，很多的节制都是说明这个东西，这说明大家都晓得缘起性空，宇宙万物不是上帝，不是。所以真正的佛教是破除迷信的，佛法是破除迷信的、哦、你说有一个佛，有一个上帝能够生出万物来，所以你们大家说靠佛来保佑我啊，这是宗教观念哦。一个真正说佛的人没有这个观念的、哦、那种儒家思想一样，世界上没有那个帮助了那个、哦、上帝能帮助你，才能帮助你发财，没有，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自己帮助自己。所以中国的文化自求多福啊，你靠鬼神，他能够帮助你，也能够毁灭你，只有自求多福。
这个道理。所以一切法都不是他理所生，当然理由讲起来很多啊，科学在说啊，但是也不是唯物论讲啊，自然盖出来的，也没有自然再出来，那不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一起，自然盖不会具备虚空中掉下一个人来啊，没有的，有来源的啊。那说你说共生吧，譬如一男一女两个在一起就会生孩子，他是三元合合，很多东西不是这样，共同你要造作也造作不出来，要有另外一个力量加进去。譬如我们讲常常讲讲历史，我说司马迁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他常常说到重点的时候，虚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这是王朔历史上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人为的努力出来，但是真的吗？历史的演变，你人的功劳最大，有个宇宙不可知的力量刚好碰上，这叫机会，我们普通叫机会，在古代叫运气啊。在帝王的政治思想，运气叫做天命，上天给我的命令，上天谁给你的命令啊？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没这个事啊。但虚曰人事岂非天命哉，哉日没有哉日，岂非天命就没有味道了啊。在古王就现在，岂非天命吗，岂非天命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灾灾命什么的啊。所以不共生，不是无因生等等，这个叫中观正见，反正一切都否定，你看起来一切都否定，不，一切都否定，他肯定了一切，但是加一个肯定呢，又变成否定了，所以中观正见不加，只有把不否定一切，自然有个肯定。这个肯定的意思呢，不是空，也不是有。即使佛在世就说过，佛法我们禅宗祖师经常讲理四句，哪四句啊？空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就这样四句，不落于空就落于有，即空即有。你看这个话讲的什么话，当下空当下就是有，等于没有说嘛，非空非有，非空就是有，非有就是空。你看佛都会说话，早就说了这四句了。所以真正要正道悟道的时候，叫离世俱，离开这世面的观点，绝百非，一切否定，非就是否定，100个否定啊，否定否定否定还要拿掉，否定拿掉是什么，他没有告诉你是个肯定，有个肯定一定要否定了，这是佛的高明。所以佛以后大家几百年当中修行见改争来争去，争得龙树菩萨大慈大悲，哎呀你们真可怜啊，所以写了中论，讲有一个道，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空也不是有啊，就是这样，佛的这四句话，可是中论就在这里。可是后代有些人说中论说了半天，譬如西藏的密宗，红教是原始的密宗，另外讲一套啊，红教的演变，沙迦派到元朝，然后是白教，啊，所以你们写哈达的各种颜色都有了，白教。
到了明朝之后，这三派有一点偏向于男女双修派了，把这个影响搞得不好，所以宗喀巴大师出来建立创了黄教，像你们穿的衣服，东南亚穿的这个颜色都是有在受黄教的影响啊，把黄教离开男女双修修行的方法，绝对讲戒律的专修而成佛的黄教。譬如红教最高的成就叫大圆满、大愿盛会啊，沙家派也是这样。到了白教这圆满大手印，武侠小说在写大手印，这个功夫练到这个手印，那个手大手拿出来把你五百人都碾死了，那个武侠小说乱写，大手印就是禅宗讲的心印，这是代名词。那么黄教宗喀巴大师不谈这些，叫中观正见。所以后世的人啊，跟到中观正见，中观正见究竟他见个什么得个什么不知道，就是讲中观，观啊、般若啊、讲空讲有，所有这些等，佛教是唯物的啊、唯心的啊、管你为什么来的，这些都是讲形而上的。所以佛讲空，很多大部什么都是讲形而上的。我们现在假设讲修持的话，我们有一个身体啊，有一个生命啊。精神跟生命里那个配合起来，这个生命是有形的，是形而下载自为气啊。以形而下载自为气，是个东西想要求达到见到上面那个形而上，哎，爬楼梯好啊，还是坐火车好，还是买飞机票，还是买太空舱，我要的这个。买好了太空舱票才能到达那一边，行得上你到达彼岸才能到啊。你讲那一边是中观境界，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在上海话讲阿拉没看到啊，我没有看到过啊。我现在说打坐修行是买飞机票啊。你说不要修行，不要说你只要中观境界，你说不要到美国去看了，有什么好看呢？美国人还不是那个样子，还有个眼睛，有个鼻子，不过我们吃饭，他吃面包而已啊，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去看看了以后嘛，回来哦，原来跟我们一样，不看哈子两样。所以你那个中观自己没有见到。所以中观也好，般若也好，什么唯识也好，都讲见地的问题，就是我们昨天的见思惑，思想见改基本上最高的问题。那么你如果拿来打坐做功夫可以啊，好，有一个人早跟你提出了中观，这个天台宗的三观，空假中，就这个道理。那么你的心理思想，大家说，我这个坐在这里妄想很多，你用三指三观一看就不多了嘛。我杂念妄想很多，这个杂念妄想你去不了，可就是有嘛。你去不了是有吗？那你打起坐来一看，每一个杂念妄想他跑走了，空嘛。你说空吧，我清净不住，他又来了，有吗？真的要来吗？不会停留住呢。譬如你要念佛，永远停留在这一句佛上，你做到吗？做不到，他又跑到了空嘛。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管他空也好，有也好，中观。所以天台宗我都简单跟你讲了，详细讲很多，叫三指三观。天台宗的止观，最后你们说六妙王猛的是吧？说用呼吸做功夫的，数息、随息、止息、
然后心里思想去观嘛，这个不管东吸不吸呼吸都没有关系了，就是精神方面观，观以后啊还回到本来的状态，最后也非空也非有，是真正心性的净土，就是天台中的直观，就简单了啊，说死了上来多少年的空，怎么几句话跟你讲完了。所以中观在修持上啊，必须要修这个止观。天台中的三止三观走的路线最好还是归之于中观。诸位菩萨们，中观这个题目现在可以交卷了吧？啊，这一卷交了，这一下讲为师了。好，佛法到这儿了，佛过世以后七八百年，当然佛在的时候，佛楞伽经就提到为师。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哎呀。佛把精神世界说了三样，等于三心意识。佛把精神世界说了心意识。我们现在一提佛法讲个心，什么是心？真正的佛法讲生就是我们在说上的本体论，就是形而上的那个能生宇宙外有那个根根，也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心无一元的那个东西叫做心。所以心是这个的代号，不是指我们这个心脏，也不是指我们现在思想。如果你那么看，你就错得一塌加糊涂，叫做一塌糊涂了，错得太厉害了。所以心是讲这个，不过有时候在经典上用这个心啊，是讲我们思想意识心，就是古代的文字，中国的文字简化。中文可以应用的，就在科学、哲学、宗教、语文那一方面，只要2000多个字中文字，你真认识了最大的学问家了。你外国英文、法文，你没有多少万字认识，你还讲学问，那真是逮是要逮了啊，那做不到的。哎，中文你看就是这样厉害，可是有一个毛病，不是这个心脏，有时候它代表本体。那么我们看成思想的心了，就把书也读错了。有时候讲的思想心，我们要把它讲成形而上的体了，又错了。所以中国一个天字，一个道字，一个生字，有5、6个意义的分类的注解。啊，这个要把中国文化也说好了。好，形是这个，意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一个人生下来能够思想能够起作用的能够自觉的，这个都是意。所以我们大家国内这40年来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4个字你以为是什么西方逻辑啊，什么哪里来的，佛学里都抽出来的，什么解放啊，都是佛学的名字啊。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一代创始人，譬如陈独秀啊、李大钊啊，这一代人，包括周恩来啊、毛主任、毛泽东啊，每一个都是首富，很有凭有据。我翻给你看，你们搞不清楚啊。包括鲁迅，都是念着腐朽的，因为有念着腐朽了以后。所以革命家都抱了一发恳切的救世救人的精神，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当年的老的那批开除出来的，救这个国家，救这个，我们当年小的时候都是很真诚的。
至于大家，你用这个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有了意见，那是另外一件事，不管了。啊，现在嘛，几十年后大家看到，哦呀，我们俩一样，本来一样的，啊，都要国家名，这个不谈，就是现实。为什么谈到这里呢？就是说明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意，就是将这个思想也是腐朽的拿出来的。心意两层，好，第三个麻烦了，识，什么叫识啊？认识，这个是科学了。因此，佛学里头，弥勒菩萨这个系统下来，把识字特别拿出来做科学的分类，给你讲好，这叫识了，识字。但是，印度的梵文也好。西洋的文字也好，中国没有办法，我们大家也就再用一个字、一个名字来替代这个事，人家搞清楚，找不出来。识，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眼睛张开，我认识你，就是这个识嘛。哎，李先生，你是不是啊？认识吗？是啊，认识啊。广东话啊，广东话这么这样。不是那广东话，这么这不是知不知了，是不是啊？就是这个认识，是这个东西。那么，弥勒菩萨这个别中论是哲学化的，用逻辑讲，唯识也叫做法相学，也是逻辑讲的科学化的，一个。一分析科学的，中论是讲理念科学。那我们现在讲，假设我在大学研究所讲课，就用这一套方法讲，不想跟你们那个用佛法来讲，因为你们学佛的，我只好拿这个话，你们容易懂吧？啊，再拿一点学术加上来，搞不清了，白讲了。好，你们千万注意，要修行。要想学密宗，懂得些密宗；要想就是真的修行做功夫的参考；要想真的有所成就；要想对未来的21世纪的学术有贡献、佛法推行的初期，你还非念着唯识法相不可。不懂唯识法相，在未来这个时代。你谈都不要谈了，你佛法站不住。只有唯识的发下深刻的念头，在未来的人类文明之间有贡献的，那么你，哎呀，你不能你看，不晓得那个同学小小的写了这么这几个字，就害得我这个老头子要跟你们讲那么久的话。讲很辛苦的，然后早上起来有没有只吃了一口空气，到现在讲了那么多，所以你们听得好好留意啊，恳求你啊，不要马马虎虎过去了。好，现在讲唯识啊，唯识把这个人生命分，一切识的人都发给你了。好，大家不准打开书。拷问一个问题，答得出来，哎，先拿100块摆在这里，奖金100。不管男女老幼啊，一切哎，钞票拿着等着，对，我们管账的老板啊，100块啊，奖金答不出来，可是你们每人要给我100块啊、哦。我是做生意的，你搞清楚啊，啊。一切实地论，实七地第一篇，那天晚上都跟你们报告过，讲什么？一定答不出来，我晓得包赚的。啊，好，阿弥陀佛，我这个老乡厉害，哈，你们叫我讲讲厉害，100块，甘输了。但是你看，叫我讲就是叫我讲。
俺我家老乡打起来啊，第一篇，我这个方法是教育方法，鼓励你们读书就学问，就要那么认真。我看你们太满腹了，像我那么大年纪，有时候看一篇东西，如果新的学问接触，看一下，懂了，收获了。突然想起来，我还要翻看看第二次，看了第二次翻了很多页，刚才明明记得十七页，怎么找不到呢？又翻，第二次还不放心，再去看，都还要呢。古人四个字，注意啊！你们求学做人一样的，勤能补拙。只有勤劳，佛法讲精进。你们都太聪明了，以为自己都对了、都懂了，犯这个毛病。只有勤能补拙啊！啊，一切要努力，要勤劳，要精进。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学们还骂我，你学佛当然不告诉我，你们这些有哉有哉的还搞这一套啊，自己认为聪明绝顶的，真的聪明绝了顶就没有头脑了嘛。这四个字大家听得很舒服，我听得很可怕，聪明绝顶，哎，没有顶一定没有头脑了嘛，啊，这就是骂人嘛，是笨人嘛，什么叫聪明绝顶。好，于谦师弟呢，弟弟就告诉吴师兄，先从科学来，先分析人。什么叫五识？就是我们人生命，眼睛、耳朵、鼻子、呼吸啊，嘴巴、身体，这个生命，这个是。物质的、物理的、生理的构成这个身体啊。现在我们把人变成机器，这个身体摆在这里暂时不动。那么这个身体上面啊，有五官，我们讲的啊，佛法叫做五根，我们普通的叫五官。五官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经过的身体，经过的身体哦，包括里面的肉啊、神经啊，经过了，这是个空架子，在他们这些大医生的博士认为，神经反应。现在西方的医学是唯物质学中，所以常常在我在外国啊、中国很多两派，因为我中医、西医朋友都很多啊，他们我说我告诉你啊。西的根本学问基础，基础是西方的唯物哲学来的。中医的根本基础是哲学基础来的。西医是唯物基础来，而且它的科学实验是靠动物来、靠记载来的。所以一个医学的发明要死了很多老鼠，杀了就十年，很多猴子、很多兔子，结果学会了西医，忘记了一个东西基础，把一个人病人当东西看，因为他是唯物的，所以管整送进来脱光拿来检查，冬天又脱光又冰又冷气又检查。所以我说医院里我一辈子不去的，我都说得很离了，去不去没有病去一定死掉。这个冬天去和冷气里的奔脱光还放在那个肺活量检查，他说的意思这个他唯物的，他当年对猴子对老鼠也是这样干，一个病人不是个东西嘛。还中医不然，我们小的时候中医来看，然后又来了，请来，像我那个老师就是中医，一进来了以后，哎，把帐子放好，放好，不要，除非叫他手拿出来，把鼻子盖好，拿出来慢慢摸，哦，床子盖好，然后开了药，吃了以后，还坐在旁边等，我看两个钟头回去玩了，
啊，一出汗一叫了，哦哦，好了，第二次要不要吃？哦哦，这一副赶快熬了。中医是把人当人看，西医啊把人当物看，这两个是真的。这一点，假设我办个医院，非改正他不可。你这一套我都懂，所以我会敢骂人。你会的我都会，我会的你不会就凶了嘛。嘿，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两个观点不同。啊，好，我们懂了这个，回去来看。这个机体，你管你神经啊、细胞啊，这一部分，为时很科学，暂时不谈。这眼睛能够看东西吗？不能。这个眼睛的眼球活的就是照相机一样，它很灵活，可以照一切。这叫做所看，眼睛是所观啊，所看的一个工具啊，我们眼球啊。但是这个工具里头呢，我们照相机后面有个人啊，这个人是这个照相机在后面咔嚓一按，他就把影像吸收进来。所以啊，眼识有这个作用，但是眼识看到东西一过来以后，眼睛不能分别。比如我们假设一个人碰到一个很严重很危险的事，马上后面一支枪一秒钟就杀死你，他看前面都看不到了，能不能看到你都看不到了。因为眼球虽然看到了，眼睛看到，心思意识不在这上面，照相机后面那个人没有，后面是第六意识眼识。这样懂了吗？啊，我不读书的了，讲课不喜欢用那些名词，越听越青蛙跳井，不懂不懂，那还听个屁。你们以后要去出去弘法去啊，要把最高深的道理讲得很平实，是人家懂。法师们注意吧，念成法师你们都是大法师啊，将来将来我看到你都要跪下来拜三拜的，哎，好好的啊。这个是也是一样，但是眼睛呢，注意啊，刚才讲到第六意识了哈。眼睛为什么讲那个，它本身有个识的作用啊，有，这是科学了，所以佛法非常科学。刚才讲啊，我们一个人心里头有了严重的烦恼与痛苦，或者有严重的高兴和危险的事，对前面的眼睛前面的事情啊，见而不见，看不到，看到了不知道，怀着一个生了神经病一个疯子，看到前面的东西，看到了不知道你是谁，会不会啊？懂不懂啊？啊，所以孔子也讲，心有事也，肚子里有事，心里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嘛，对不对？一个人，你看有时候你们自己人生经验都有嘛，心里想一件事情，别人就过你前面，是看见一个人，可能没有看，不知道是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帮一下忙嘛，枪戏有个人帮枪嘛，哎呀，你帮一下枪，我这个枪戏有精神了嘛，你们都不想了，就没有意思了吧，好吧？这个，这就你注意了，就刚才讲，所以讲常常我们笑禅宗的人，哎呀，功夫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一步啊，后来又见山是山，我想见鬼不是鬼哦，得乱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就见到了。这是打坐还在做人过，这个谁都做到。一个要枪毙的犯人绑出来，马上绑当法场了。你他是见人不是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他已经吓疯了。看得到吗？看到，
你懂这个意思吧？所以叫也本身不需要，不是不需要这三个字讲出来，没有意识起作用以前，这个眼呢还有眼识，它本身有个生命功能，这个叫眼识，这懂了吧？这是科学哦。好，所以我们一个人要老了，这要死了，这一副眼睛还好。现在有人菩萨圣驾法身，吩咐孩子，吩咐儿子，吩咐后代，我要死了，我这副眼睛很好，你叫医生给我挖出来，留下来，移植给那个没有眼睛的人。那么医生赶快，快要断气的，马上给他挖出来，冷冻起来，送到另外一个人把那个眼睛挖掉，跟他接好，他又可以用了。那么眼识这一部分的功能它存在，什么叫识呢？这个是生命的能，这个叫生命，这三个原理，暖受湿，它温度要一定的温度，暖腐朽叫暖，那么它的生命的作用活的到什么暖受，这个湿的作用起来了，这佛法是真正的科学，哎，你问我们醒香、跑香、打坐是科学，也是科学，这叫打的科学，那所以眼识这样懂了吧？所以为师来告诉你，为师弥勒菩萨这个系统下来，眼睛要看东西要九个因素才能看得见，耳朵只要八个。鼻子、嘴巴、身体只要七个，眼睛什么样吧？要空间，如果一个眼睛没有空间、没有距离，蒙起来看不见了，所以要空、要色、要视多等呢，叫九缘才能看。耳朵呢，不一定要空间了，鼻子呢要闻这个味道，嘴巴呢不能有个空的因素啊，有空就有距离，有距离嘴巴就吃不到东西，尝不到味道了，所以啊后面只有七个因素，这些不要光听说理哦，等你们打坐做功夫这样懂了，你们这回打坐做功夫啊，这叫前五十，所以你们我们了法法师就打出来，瑜伽师地论第一篇，五十声相应地，现在这样子不？第二篇，那法师已经打出来100块钱，我已经输掉了啊。第二地叫意识地了，这在讲第六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简单跟你讲啊，你们好好去读书用功啊，眼耳鼻舌前五个叫前五十，这个前五十什么，第六是意识，意识就厉害了，你眼睛能够看，眼识能够看东西，不是讲眼睛，耳识能够听声音，但是都不能分辨，只有第六意识分别意识，眼睛一看到他就晓得，眼睛一看到外面的色就交给第六意识了，第六意识这是黄的衣服，这边是白的，这是男的，这是女的，都是第六意识。至于我们下面意识要问我们这些意识博士们，这个第六意识在哪里啊，在身上，这个问题你问我，我就觉得你问得过瘾了，那慢慢就给你就那个问题就摆在一边啊，现在不卖，100块不卖的，所以第六个叫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现在白天的，你们说他有梦无梦无想诸人共何在啊，现在是有梦有想啊，我们听得见，能够讲话，六根都可以起作用，是第六意识在指挥你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前五识马上交给总司令部，
啊，种智慧布是第六一说，这叫明了意思，明明白白，也叫分别意思。第六意思，啊，但是明了意思、分别意思当中呢，啊，有时候还有个作用，独头意思，说无作有之间的独头，单独的头。一个头的头，独头意识啊，怎么呢？譬如说，怎么头的？我们的意识作用一定配合前面前五识了，前五识配合第六识。哎，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好像愣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想，愣住了。可是在想，没有在想，耳朵、眼睛没有看。有时候一个好像很清醒的似有似无的这个东西，它单独的不配合，平常我们思想配合前五识第六意识。有时候哎呀，哪里哪一张画很好，刚在开灯来看到，我说我们一边在这里听人家讲话，耳是在听，意识还在想那一张画，这样等等。可是有时候呢，这个意思啊，譬如我讲他们，讲他们，你们怎么愣住在哪里？你说他在就是，都不头也没有动就，前五十还在没有用，可是他有思想吗？里头自己都不知道有个在想，那个独头作用。独头意识后面翻过来什么？夜里睡觉的时候呢，好会做梦。叫独影意识，独影意识包含很多了，就是现在西方学问的心理学最高是讲到下意识、潜意识。所谓下意识、潜意识，在我们中这个佛法的文化里头啊，是属于第六意识的独影意识。独影。譬如人会做梦，这个做梦啊，你眼睛也是没有去用嘛，眼睛没有张开，真的没有张开，你在睡觉嘛，耳朵也没有，哎，可是梦中啊，会听得到，会看得到呗。这个是第六意识，把平常的习惯的反应，它含在里头，等你睡眠的时候，它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所以世界上。做梦，任何最长的梦不会超过5秒钟，而且梦往往是过去许多经验的片段逗弄来。国家因为梦方很多种，专门讲梦跟你讲，我有讲到可以讲半年的课了，要讲半年啊。有时候因病态而发生的啊，有时候因情绪而发生的。各种片段逗弄一个梦境。你看世界上有一个人梦境，譬如说信基督教的，他可以梦到上帝、耶稣；你们信佛教就很难的梦到他，梦到菩萨；信鬼的梦到鬼，是不是？哎，世界上有个人梦到过哈勃隆的没有？因为东西文化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嘛。你妈妈也没有告诉你，啊，我们妈妈会告诉我，哟，吃饭不要丢在地下，有罪过跟雷公打死啊。我们意识从小就要跟雷公，再看了风筝棒，嘴巴尖的有翅膀，啊，手里拿个簪子，这里拿个锤子，不对，哐打下来，4分5裂。我们意识有，你到了梦中某一个阶段，雷公就出现了。所以天堂、地狱、上帝都独影意识来的。独影意识，这个独头独影的作用，注意啊，3个地方容易出现的：梦中出现独影，平常没有。平常如果独影意识这些症改很多的话，神经病、精神病出现了。所以你到。我常常访问精神病院，一进去100多人，哎呀，一看很惨呐、啊，
那个大医院有些给铁链锁到的，有些给他吊在那里不准动，因为他要杀人啊。啊，有些对你笑的，你来干什么？我在这100多个精神病中当中，我站了半天，我就告诉这个医生，哎呀，我现在真不知道我是正常的，他们是正常，真的。以所有精神病看我们进去的这个家伙是疯子，跟我们都不同的，我们就当他是精神病，究竟谁是正常的不知道。所以这个世界我活了几十年，大家是不是疯子，或者我是疯子，我到现在没有搞清楚，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因为你们比我光明的多了，啊，你想想看，这个世界谁是疯子，谁是正常的？除了佛，所以佛性正觉在，只有他大概搞清楚了，头脑清楚的正觉，我们这些都是还妄觉乱的，没有搞清楚。所以独影意识是第二个，你注意哦，梦，第一个是梦中会出现啊，这个第一是代表了，并不是一定第一、第二，第二是精神病人，第三打坐的时候。当你六根真的有一点像动静，身体六根感觉不，你还缺了很多正该来的，这个都是毒瘾作用。一般人把毒瘾当特异功能了。那么毒瘾，你要问我后面这几位医生就要问了，毒瘾跟脑神经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看通过那个手样。这一课我要另外卖了，价钱要高一点再给你讲。现在来不及了，来不及告诉你们的，一切太多了，就是第六多元意识。多元意识，所以有个同学问修行跟男女性的关系，多元意识跟性的关系严重不严重？很严重，当然不止性的一个宗旨了，很多东西问题来。那么西方文化、科学、哲学、宗教只懂到这个阶段六个，那么它叫下意识，都应叫下意识。第二是佛法文化，所谓88个。第七是念佛动，中国玄奘法师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翻出来，只能够嘴上讲这个。第六意识，你说人会思想意识的根根在哪里呢？意识不能起作用，还有个意的根，这个翻译梵文翻译叫做 morals，mono 的 moral。我们只好讲第七意识。第七意识是个什么东西呢？佛学里的名字很多，还有叫受取取。啊，数律是啊，数曲曲啊，我们听着小孩讲，曲曲怎么知细水，数曲曲北方人啊，是赶细水的了一样啊，所以不用，也有讲叫第七叫居身我执，也有叫一根，好多名词，啊，这一个作用。意识后面还要找它的根，这个根就是第七识，第七识可以叫一根，就是我们做娘胎的时候，除了后面那个功能带我们变成胎儿啊，这个一有胎儿就有我见，生命就有个我。婴儿在娘胎里头没有第六意识。第六是意识种子在这个我的根根里头，然后我们一个婴儿生下来啊，头顶还在跳，不会说话的时候，现行的第六意识是没有这一生，等到头顶风浪等开始会讲话的时候，这一生的第六意识才出来。那么我们第六意识出来了以后，受家庭的影响、社会的教育、文化的等等，就形成现在的意识，啊，
人到老了，这个意识形态越来越顽固，所以人家骂我说你老奸巨猾。我说阿弥陀佛，你怎么那么聪明？你是大哲学家，你怎么知道？人到老了，那个意识越顽固了，染污越厉害了，然后告诉年轻人，你懂什么？我都活了八十几了，你知道个屁啊！实际上他那个意识形态越来越顽固啊，这个意识越到老越顽固，就是第六意识。那个第七是在胎儿里头，这个东西呢又带到胎儿啊，来生的就第七识中带过来，第七第八第七识就很难讲。所以你们打坐说要把身体气脉打通，身体空得了，哼，那是你们那么说了。你那个第七识摩罗识没有打破以前，气脉打通空掉身界才不可能呢。哦，这一行我不要笑我啊，你好像你也自相矛盾了啊，一直讲啊气脉打通就空了。哎，复发这个诱导啊，一步一步啊，摩罗识真了了，所以转第七识我见，那就是大公无私的正盖了。为众生的，没有小我，有大我啊，所以两个就得了平等圣智了。第六意识转了，唯识的修行只讲转呢，没有讲断了，没有讲改变哦，这是非常有理由。第六意识转了，不是反复分别心，就转成智慧了。第七识转了，转成平等圣智，这真的大公无私，大慈大悲了。哎，像你们现在，小老婆都们还在第六意识念力里头转，第六意识还搞不清楚呢。好，这个叫第七识，已经非常难懂了，简单。不行啊，休息不了的，后面还有个根啊，要把它爬掉了。这个第七识的这后面还有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心无一缘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发，只好翻译叫阿拉雅识，阿拉雅，只有个勉强的翻译啊，叫如来藏识。这个东西啊，心无一体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等于引用庄子的话，不是引用孙少的话，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一概平等，人也可以做上帝，上帝也可以做人，是自由民主平等的啊。天地与我同根吧，这个东西是第八拉识。经过的三千大千世界、无理世界、无知世界是他所形成的，我们的生命精神部分也是他所生的。所以玄奘法师讲第八阿赖耶识呢，讲了一句，接着叫去后来世做主公。啊，人死的时候，前天跟你讲死过了，最后那个地方暖气都断了，阿赖耶识还没有完全离开，等最后那一个部分的暖气都断了，冷出了，阿赖耶识离开了没有才算离开，真离开了，那你们就搞错了，一般讲唯识的统统搞错了。我问你，我们的指甲常常剪，对不对啊？我们的头发也常常理，你看头发跟指甲剪下来，你给它保存好好，一万年一千年变成化石，化石可以保留，那是不是我呢？是你身上剪下指甲，是你等于浮在水里，是不是浮呢？是浮。可是你知道痛不？你剪下了指甲，你现在指甲一打它，有时指甲也会痛啊，你剪下来指甲再拿去打，你这里痛不痛呢？那个是你哦，不是你哦。你们也等，这是科学，
这说第八阿赖耶是说我们的生命天地万物一体的，所以舍利，你说得了道这种事，那舍利不是也是经典，这是科学啊！我就告诉你，剪指甲，头发剪下来，你摆在那里，这是什么作用？所以你说身体冷却死亡了，阿赖耶是完全离开没有啊？你的生命还在这个宇宙之，可你存在不就是中观境界了？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空也不有。所以去后死的时候，最后就来些投胎的时候没有第六意识，所以自己投胎做不了主，做不了有道的人啊，莫名其妙被那股因缘业力就吸进来了，自己跟这个父母两个有因缘，自己就扑过去了，啊，两个磁铁，磁石吸铁呀，就粘住了。来些投胎只有第六、第八阿赖耶识的功能，懂第七识的意识跟来入胎，第六意识思想没有，分别心没有，去好来些做主公，宇宙万有，啊，受生持种根生气，受生它那个变成身体，持种保持宇宙万有中生命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众生。受生持种根，能够生成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身能够清净我们的身体，气就是五指四感，能够变成地球，变成太阳、月亮。受生持种根生气，去后来些做主公，对不对，同学们？我背对了，啊，谢谢这个老师说我对了，啊。好好记得，你们八十规矩诵都要背好啊。所以你打坐修行得定，你的习气没有转变，第七识、第八识没有破掉，你开悟，那是涅槃一个口天悟的悟。下坐。